来自我介绍一下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姐姐孟欢，今年22岁。我是妹妹孟乐，今年也是22岁。我们是来自武汉的双胞胎姐妹。对，连牙都一样，就是一颗虎牙也是一样。来干嘛？我们是来向我们的合约男朋友告白的。什么？合约男朋友？什么叫合约男朋友？这个您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合约，和另外一对双胞胎兄弟的。双胞胎姐姐沈梦欢，妹妹沈梦乐，与双胞胎哥哥李思，弟弟李维，经四人共同协商，自愿履行合约，内容如下：一，合约的总期限为1个月，妹妹和兄弟互换相处，什么意思？因为是这样，双胞胎长相是一样的啊，但性格不一样，我们就不可能说光凭长相就说我和哥哥或者是我和弟弟。很好玩吗？你不是双胞胎，可能感受不到这种好乐趣吧？你说的我好气，我感受不到这种乐趣。因为我们双胞胎，如果你想一下，你找了一对也是双胞胎的兄弟，然后再两人各生一对双胞胎，那我一到那个家里面去，我会疯掉。为什么双胞胎要找双胞胎呢？从小我家里人还有朋友就会说，哎，有没有想过找一对双胞胎的兄弟，对，你们可以试着相处。我一想还挺好玩的，然后就有一天上网没事就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，就想寻一对双胞胎有缘的兄弟。后来过了没多久，可能就收到了李斯哥哥李斯的一个回信，对，然后就和姐姐商量着和他们，对，就签了这个合约。可能当时也是出于一种好玩的心态，然后后来没有考虑到后果。有什么后果呀？就是我们两个同时喜欢上了一个人。